一场轰轰烈烈的请愿大团，涉及人员达数万人，要求宋太宗封禅泰山，但是这么一个隆重的封禅大典却没有做成。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宋太宗之封禅未遂》。从太平兴国六年开始，宋太宗在清理赵廷美、经营储备的过程中，对国家的两个最高部门进行了颇有意味的调整，由此构建了一个新的执政格局。这样一来，太祖朝与太宗朝新旧官员的交替彻底完成，这标志着宋太宗在登基八年之后真正进入了自己的时代。在古代中国，一个新的统治开始往往会有一个重大标志，那就是封禅。因此大宋政权的文武百官也开始着手忙活着封禅之事。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宋史·宋太宗之封禅未遂》。第一个问题，什么叫封禅？封禅是两个词，封祭天叫封，禅是祭地，所以封禅合起来就是既祭天又祭地，合起来叫封禅。而这个祭天祭地呢，它是一个对于中国古代的帝王来说，它首先是一项宗教活动，同时还是一个政治活动和国家的大典，这个对历代帝王来说都非常看重这一点。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一问题，什么叫封禅？紧跟着就是第二个问题，谁要封禅？我们从历史上来看，所有举行封禅大典的人不是别人，是历代的君王，只有君王才有资格举行封禅。这就引发了第三个问题，为什么历代君王要举行封禅？我们想，封禅作为一个国家大典，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它绝不仅仅只是一种仪式。如果仅仅是一种仪式的话，那么帝王做这个事情意义就不大了。那么它是什么呢？它是表明正统和正极，巩固地位和权力的一个正式的活动。所以你可以听得出来，这个封禅这个国家大典呢，它意义非凡，它是表明你是正统的，你的即位是正统的，表明你的政绩，证明你的地位是合法的，还证明你的权威性的。所以这个活动对帝王本身来说关系太大了，所以中国古代的历代帝王都想举行封禅大典。但实际上我们看历史的记载，真正举行个封禅大典帝王是非常少的，因为封禅不是那么能够容易举行的。那么帝王热衷封禅的到底究竟在什么地方呢？第一，神话帝王。历代帝王都有一个特点，他是奉天承运，这个词儿大家经常听说，一读圣旨就是奉天承运。什么叫奉天呢？是奉上天的旨意来治理子民百姓的。所以历代帝王为了证明自己继承这个皇位的合法性，所以他都要说明自己是奉照天地的旨意来治理子民的。为了印证和坐实这种关系，那封禅是最好的一种仪式。封禅是帝王跑到一个山上向上天去汇报工作，说明自己的政绩，因为你是代表上天来治理老百姓的，然后你向上天去汇报工作，那这种印证的做事对于帝王来说非常重要，所以他可以神化帝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粉饰太平。因为封禅大典的举行，它有一个前提，一定是太平盛世，如果不是太平盛世，你没有资格举行封禅大典。所以举行封禅大典的时候，就意味着天下太平了。那么
这种大典的举行对帝王来说就意味着他生活在一个盛世，他治理的一个盛世，这是一个粉饰太平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叫张皇功德。什么叫张皇功德啊？就是封禅大典实际上就是明目张胆的公开的为皇帝树碑立传，为自己加冠加冕，就是自己表扬自己。这个自我表扬对于历代帝王来说都非常珍贵，所以历代帝王非常看重这个封禅。第四点是夸世夷狄，因为举行封禅大典呢，不光是皇帝给大臣要去参加，还要带着很多少数民族的首领去参加。在这样一个大典中间，他要通过这个仪式向少数民族那些首领宣传我是这个中华民族的最高的统治者，你们这些藩邦夷狄都是我们的附属，这是一个宣传正统王朝的一个大好机会。所以封禅大典也可以宣传王朝的功德，这也是历代帝王重视封禅的一个原因。第五点，长寿成仙。在中国古书的记载中间，有一个人封禅以后升天了，是谁呢？皇帝啊。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啊，皇帝本身就是一个传说中间的人，但是帝王们都清楚成仙是很不容易的。那么成仙成不了，那最起码我追求一个什么呢？长寿。长寿是可以追求的，所以封禅往往成为帝王追求长寿给成仙的一个重要场所。这样一来，帝王对封禅的重视那我们就可想而知了。这是第三个问题。第四个问题，我们看我们古代文献的记载，所有的封禅大典都在一个地方举行，在哪儿呢？泰山。为什么所有的封禅大典都选在泰山来举行呢？两大原因决定的。第一，泰山是东部的第一大山，这个泰这个字它的本意就是大，这个泰的本意是大，所以泰山是中国东部的第一大山，在中国东部没有比泰山最高的山了。当然就中国全境来说比泰山高的山有的是，但是就中国东部来说最高的山就是泰山，这是当时封禅大典选在泰山的第一个原因。那么这个泰山这个高山给封禅有什么关系呢？高山带来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它的现实价值。大家知道中国古代都有一个洪荒时代，于是在古代出现过洪水时期，这个洪水泛滥的时候，泰山成了中国古代的先民的天然的避难场所。你跑到泰山顶上，无论发多大的洪水肯定淹不死你，所以很多人很重视在泰山的这种实用价值。这种实用价值使用的时间长了，就给当地啊，在宋代来说叫兖州，泰山在宋代属于兖州，给兖州的百姓带来一个什么东西呢？带来一种福祉，它可以避难。这种避难是让人们对泰山产生了一种敬畏的心理，这种敬畏心理直接导致的第二个作用就是原始崇拜。这个原始崇拜它是从实用价值转换过来的，因为中国古代的老百姓就认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上天赐予的，那么为了感谢上天就要祭祀上天，要祭祀上天必须要让上天知道。你到哪儿去祭祀上天知道呢？跑到泰山的最顶上，因为泰山最高，跑到泰山最顶上。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很有限，不知道泰山顶上离老天有多远，但是觉得越高你到那儿祭祀老天越知道，你钻到山洞里去老天就不知道了，所以要跑到泰山顶上去祭祀，这就是原始祭祀。这样呢，从原始崇拜到原始祭祀，
那么泰山的封禅就成为一个成立了。所以在中国古代有很多帝王或者传说中间的部族首领都跑到泰山去祭祀，所以泰山祭祀成为一种惯例。这是泰山被选作祭封禅地点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东方崇拜的观念。中国古代有一个非常浓重的东方崇拜的观念。为什么要崇拜东方呢？因为东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太阳升起的地方就是崇拜的地方，就应当是祭祀的地方。所以崇拜东方，东方最高的山是泰山，选泰山也就顺理成章了。这是一个方面的原因。再一个方面呢，认为东方主生。中国古代最早产生的是阴阳学说，在阴阳之后产生的是五行学说。在五行中间，东方主木，木为五行之首，所以认为东方是主生的地方啊。以这样一来了，东方的崇拜就成为先民对泰山崇敬的重要的心理一个依据。这样一来就导致封禅泰山成为一种非常惯有的一种做法。自古受命的帝王没有一个不想封禅的，那么是不是所有的帝王都有资格封禅？帝王封禅需要什么条件呢？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宋太宗旨封禅未遂。在中国历史上，封禅的帝王有秦始皇、汉武帝、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等，还有一些帝王想封禅而未果，比如隋文帝、唐太宗等。司马迁说，自古受命的帝王没有一个不想封禅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帝王都有资格封禅。那么帝王封禅需要什么条件呢？概括起来讲，三大条件。第一，统一，一定是统一天下的帝王才有资格去泰山封禅。如果说你没有把天下统一，你就不具备泰山封禅的这个资格。第二个条件，兴盛，国家一定要兴盛。如果不是太平盛世，国家不兴盛，你不能没有资格举行。第三个条件叫祥瑞，祥瑞要出现。什么叫祥瑞啊？就是要出现一些平时看不见的东西，比如说麒麟凤凰出现了，鹤声双鸟，就是一个就一根庄稼，比如说一根麦子上面长了两个穗儿，啊，鹤声双鸟，或者说枯木重生，已经死了好多年的一个古树了，又发芽了，所有这一切都叫做祥瑞。古人认为，祥瑞出现等于是领导肯定你的工作了。领导是谁呀？领导是老天。肯定谁呀？肯定代天统治天下的皇帝。皇帝治理天下治理的好，老天爷要表扬他。老天爷怎么体现自己的意志呢？天生祥瑞，祥瑞出现，那就是老天爷表扬你了。受到表扬了，那么你就有资格去汇报工作了。这就是帝王去封禅的三个重要的条件，这三个条件是缺一不可。宋太宗有资格去玩封禅吗？我们按那三条来看，先看统一。宋太宗经过太祖、太宗两朝把北汉灭掉以后，除了幽云十六州，天下是统一了。所以这个统一的问题在宋太宗这儿是打了一点折扣的，这个折扣就是幽云十六州没有收复。但是你说没有收复吧，那宋太宗也有个理由，他不是从我手里丢的，他从后晋石敬瑭手里丢的。第二个问题就更难说了，兴盛。什么叫兴盛？我说现在是盛世，那就是盛世，我说不是盛世，它就不是盛世，这个指标比较软，好认定。第三个指标，祥瑞。祥瑞的问题更好办，只要你想叫有，什么时候都有。我们现在看文献记载，就在宋太宗宣布
封禅泰山的前后这一两年之内，各地报上来的祥瑞啊，多如牛毛，到处的报告出现祥瑞。所以宋太宗够不够资格，按这三条来看，统一、兴盛、祥瑞这三条来看，说够也够，说不够也不够。但是谁说了算呢？皇上说了算，皇上说够了那就够了。根据统一、兴盛、祥瑞这三条标准，可以说宋太宗有封禅的资格，也可以说没有，关键是对这三条标准如何认定。根据史书的记载，宋太宗本人对封禅似乎没有表现出很高的热情。那么宋太宗好好的皇帝坐着，为什么突然想起玩封禅了呢？宋太宗好好的皇帝坐着，凭什么突然间想起了玩封禅的呢？我们根据现有的文献记载来看，大概有两个方面的原因，或者说是两个方面的强烈的请求，一个是老百姓的强烈请求，一个是文武百官的强烈请求。这个百姓请愿这件事情啊，文献有记载，太平兴国八年的六月，兖州七县的老百姓一共是4139个人，大家不要小看这个数字哈，那在中国古代那就是很多的一个数字了。中国古代的人口没有今天多，它一个县没有那么多人，七个县集中了4000多人。七个县为什么是兖州的老百姓来的呢？因为泰山就在宋代属于兖州，兖州下辖的七个县的老百姓4000多人，在当地的官员带领下到京城开封来进行请愿，这可是一件了不得的事儿。没有那么大的好的运输工具，没有那么好的这个道路，把几千人从山东鼓捣到开封来，那真是费了一半劲儿的。我们不知道他当时是用了什么交通工具啊，不知道是怎么来的，只知道来了4000多人，有官员带领上书请愿，要求皇上泰山封禅，这是第一点。结果皇上的答复是不行，我不够格啊，我不够格，退了。第二年四月，又是泰山兖州七县的老百姓来了，这次来的少一点，来了1000多。第二次请愿，皇上又没有答应。这是老百姓主动到京城请皇上搞个自我表扬的庆功大典，皇上没同意。第二次泰山老百姓的请愿团到京以后不久，以宰相宋祁为首的文武百官也上表请愿了。这家伙人动静大了，这文武百官动员的人数比老百姓多得多，达到多少呢？26350个人，26350个，包括文武百官，还有各个少数民族的首领，甚至于包括一些宗教界的人士，还有一些高龄高寿的人，集中起来20000多人联名请愿。这个联名请愿有三大特点：第一，代表性很强，可以说是各界人士都有，各方面人士都有；第二，人员众多，26350。这个数字在宋代来说是个非常庞大的数字了。第三，要求强烈，这些官员来到以后连续3次上表，这官员给百姓不一样，百姓是千里迢迢跑过来折腾了2次就回去了，文武百官就在皇帝身边呢，直接给皇帝上表，前后上了3次，而且提的理由让皇帝反驳都反驳不回去。第一次上表提了4个理由：第一，中国统一；第二，四方宾服；第三，万民期盼；第四，祥瑞频现。中国统一了，四方的少数民族也都服从中央政府的领导了，老百姓又情愿，祥瑞又出现，该了
啊，该了。结果皇上说了两条，封禅需要有尧舜禹汤那样功德的帝王才有资格，我不够格。第二，国家的治理还没有达到非常好的一个程度，就还没有进入盛世，安定团结各方面都还有问题，是吧？所以不能举行，拒绝了。第一次百官上表，皇上拒绝了。结果我们百官就来了第二次上表，这次上表谈了三条。第一，文治武功，这武功只灭了北汉，文治武功都有了。第二，叫文德化成。第三，叫祥瑞频现。宋太宗第二次又拒绝了，拒绝的理由说的也很漂亮，说这个武功那这是武将的功劳，文德化成那是文武百官治理的功劳，至于祥瑞频现那是上天的垂佑，都和我无关啊，所以我不能举行自我表扬的大会，不能举行这个大典。结果文武百官第三次上表，第三次上表更简单了，中心词关键词就是一个圣，叫圣德、圣世、圣瑞，三个圣，这么一个时代你必须举行这个封禅大典。这一次文武百官第三次上表要皇上来自我表扬的时候，皇上答应了。怎么答应了？话说的还非常好，这个会说话就大不一样啊！你看皇上怎么说的，先说我不够条件，到现在为止我仍然不够条件，但是老百姓给你们再三说，假如举行这个封禅大典能够满足天下亿万百姓的心愿，能够为天下的百姓祈福，你看祈福这个词儿，咱们今天是地震才用祈福，其实宋代的皇上就用上了啊。假如我们能够通过封禅为天下的百姓祈福，我倒愿意去做这件事。那言外之意说，我做这件事不是为了表扬我自己，而是为天下百姓、为天下万民祈福。所以他在雍熙元年四月下令，今年的11月21号在泰山封禅。经过了百姓的两次请愿，文武百官的三次请愿，最后宋太宗总算答应举行封禅大典了。帝王封禅有三个硬指标，那么宋太宗是否符合这三个指标？他想不想封禅呢？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宋太宗之封禅未遂。太宗封禅泰山这个问题上，表现出皇帝不急臣民急的状态。泰山百姓两次兴师动众，到京师请愿，大臣三次上表，宋太宗最终才勉强同意下诏封禅。在这个过程中，宋太宗表现的似乎很不情愿，那么这是真的吗？我们讲三点大家就明白了。第一，封禅大典是历代帝王梦寐以求的事儿。其中我们看《史记·封禅书》讲过两句很有名的话，自古受命帝王何尝不封禅，自古以来受命于天的帝王没哪一个不愿意举行封禅大典，没有一个。所以说从秦皇汉武开始一直到宋太宗，没有一个帝王不愿意举行。因此我们说宋太宗的内心里其实他是愿意的。第二，封禅大典可以证明你受命于天，是奉天承运，这两句话对于宋太宗来说太需要了。你想想你们老赵家怎么得了天下，你作为太祖皇帝的弟弟你是怎么得了这个君位，
你老赵家夺人家老柴家的天下，这件事遭到了很多人的非议。你现在你哥哥暴病而死，你就这稀里糊涂就当上皇帝了，这件事情可以说太祖皇帝死得不明不白，太宗皇帝当上皇帝是稀里糊涂，很多人心里都存在疑问。要举行一个封禅大典，那等于说利用一个仪式证明自己是合法继承人，可以把所有的谣言那各种悠悠之口给他堵住，你说皇上能不愿意吗？第三，宋太宗本质上是一个文人，作为一个文德著称的皇帝，他一直执行了一个政策叫崇文抑武，他想通过崇文抑武来张狂自己的强项。因为当皇帝的人他并不都是各项知识都全备的，而最重要的是扬长避短。太祖皇帝主要是武功，太宗皇帝主要是文治，扬长避短。太宗皇帝的强项是文治，而这个封禅大典就是文治中间最高的一个典礼，刚好和他的治国理念是相吻合的。你看这三点，我们就明白太宗皇帝心里头是最希望搞封禅的了，但他表面上他又表现出来他是最不喜欢搞封禅的了。太宗皇帝为什么表现的那么不愿意呢？请大家注意，我用了一个词叫表现的。第一，不够格。你说国家统一，国家统一了吗？幽云十六州没有收复，国家的统一实际上是没有完成，不够格。我们讲这个封禅大典举行，讲了那么多条件，是概括起来实际上就是四个字，哪四个字呢？叫公治得洽。什么叫公治？公治就是国家统一，天下太平，没有实现。得洽那就更谈不上，得洽是指皇帝的道德标准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准。太宗皇帝的道德水准很高吗？我们举三件事就可以说明他这个道德水准是打了个大大的问号的，不但打了个大问号，而且后面还要打一个大惊叹号。第一，取得帝位有谋杀之嫌。你帝位怎么得来的？你有谋凶害凶之嫌。赵德昭之死，太祖皇帝的儿子德昭之死，你有逼迫之嫌。还有你的弟弟，你的弟弟赵廷美之死，有冤杀之嫌。三大嫌疑都除不掉，你的叫道德标准高吗？道德水准高吗？所以公不治德不洽，他心里头发毛，这叫不够格。其实太宗心里，皇帝心里非常明白，封禅的好处太多，但是自己的条件太差，既想拿那个第一名，又觉得自己不够格，他还要想办法去拿那个第一名，所以就得上手段了。这么一个情况下，你可以看得出来，太宗皇帝他推过来推过去，那么样的百姓情愿不同意，百官情愿的不同意，其实他心里明白不够格，实力不足，这是最根本的一条。第二点，拿那价。第一叫不够格，第二叫拿那价。为什么不要拿那价呢？你不够格，人家叫你来一个自我表扬的大典，人家一提你就欣然接受，那不叫人家嘲笑吗？所以一定要装装样子，拿拿架子，推一推，挡一挡，然后半推半就，所以他不会一下子就同意。再一个，
授予皇帝的荣誉称号，历来当皇帝的人都没有一次答应的。我们看看历代帝王，凡是给帝王授予这个荣誉称号的时候，都是要推一推，拿一拿，不会一下就同意。你总得表现出来一点儿谦虚吧，有没有谦虚是另一回事，表现一点谦虚总还是可以做到了吧。所以不那么情愿。我们前面讲过，文武百官两三次上表，太兖州百姓两次请愿。我就要问，这三次上表两次请愿是老百姓给文武百官自发的吗？不是。我们可以用两句话来总结，这叫有组织有规模，哈哈，是有组织的活动。没有组织，兖州七县的老百姓怎么能串联到一块儿啊？不像现在你发个微信，你的圈里全收到了，不可能的。那样一个时代，我们又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民族，在那么一个情况下，怎么能把它串联到一块儿？而且由地方官员护送，不是地方官员截流，而是地方官员护送，这厉害！你想想，他就没有地方官员组织，那可能办得成吗？而且你浩浩荡荡几千人到京城来了，那京城路口上没有查的吗？怎么能让你几千人浩浩荡荡的开进来了啦？不可能的事情啊！如果让你这么多进来了，那开封府的官员就要失职了。肯定是有组织的，而且是得到了批准的。再一个，你看规模，第一次4193，第二次1000，这是老百姓，官员更多，一弄弄20000多，20000多官员串联起来，就是放在今天，你弄26350个官员，也得折腾一阵才能把它组织到一块儿，啊，让他们都签上名，那20000多人都签个名，那容易吗？所以这个活动应当说是一个有组织、有规模的活动，它绝不是一个自发的请愿。那么组织是谁呀？组织者应当就是当时的宰相宋祁。为什么说是宋祁呢？很简单，宋祁是太宗在开封府靖王府的老部下幕僚，是他的老部下，而且是太宗部下中间第一个担任宰相的人，所以宋祁有责任给他的老主人唱赞美诗，给他的老主人脸上贴金，这叫义不容辞，哈，这叫义不容辞。而且他的权力也很大，他是宰相，这是宋祁。第二点，宋祁想用这个仪式来消解太宗北伐的一个意志，因为他知道宋太宗一直想举行第二次北伐，打契丹，打幽州，所以宋祁很了解宋辽双方，啊，宋祁是在契丹中了进士，做过辽穆宗的侍读，然后在北宋又一直做到宰相，他在辽国给大宋两个敌对的国家中间都做过高官，他对辽宋两国的实力非常了解，可以说他对两国的实力了解是最清楚的。他觉得这个时候要仓促的北伐不合适，所以他想用这种大典把你那个北伐的事儿给你冲一冲。张居正大明王朝的脊梁，万历皇帝的恩师，但万历却把他定性为最大奸臣，是什么酿成了这一场教育失败的悲剧？大明脊梁张居正第一集，皇帝的老师不好。在数千百姓的请愿和大臣的故意安排下，宋太宗终于下定决心要封禅泰山了。但是这个好不容易做的决定在一个多月后又被迫取消，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开始讲到宋太宗这一个封禅大典搞得那么轰轰烈烈，结果一个月以后
自我取消。四月宣布，十一月二十一日封禅大典，五月宣布取消。为什么？因为发生了一个突发事件。什么突发事件呢？一场大火。这一场大火能够把宋太宗的封禅大典的这个念头给彻底烧掉了吗？确实烧掉了，因为这个火来得太蹊跷了。四月份宣布，十一月搞封禅大典，五月份发了个大火，一个大火灾。这个火灾的地点很蹊跷，在京城开封，在京城开封的皇宫，在皇宫里边最重要的两个宫殿，一个叫乾元殿，一个叫文明殿，这两个大殿被烧了。怎么被烧的呢？五月份正是开封的雷雨季节，雷一天，五月的一天夜晚，雷电交加，这个在雷阵雨中间，这个雷雨击中了这两个大殿，这两个大殿起火了。而且这个雨是大雨滂沱啊，从晚上一直下到第二天，结果在大雨滂沱之中，这两个最重要的大殿整整烧了一宿，一直烧到第二天上午，把两个大殿彻底给烧垮了。在京城，在皇宫，在暴雨滂沱之中，皇宫中间最重要两个大殿被烧了。那这两个大殿烧了，不就烧个房子吗？那个大殿有什么关系呀？关系太大了，因为火灾意味着什么呢？这是灾异。封禅的三大条件之一是祥瑞，现在是祥瑞木出来，灾异出来了。祥瑞是皇帝，是领导对这个手下的奖励，灾异是领导对手下的批评。上天对你治理天下治理得好感到很满意，叫你出现祥瑞。上天对你治理天下不满意怎么办呢？天又不会说话，我给你闹点灾，灾一出现就说明你这皇上当得不合格。你看，你代天统治天下的，老天爷发话说你不合格，你还敢举行吗？第二，发生在皇宫，烧到哪儿都可以，是吧？最好别烧到开封，烧到开封也可以，别烧到皇宫，烧到皇宫也可以，别烧这两个正殿，这两个正殿，乾元殿，乾元殿是干什么的？皇帝登基大典举行的那个大殿，那个大殿敢烧了吗？烧了。文明殿是什么呢？文明殿是封皇后、封大臣、封王子，科举考试的那个殿试，就这些活动是在文明殿举行的，最重要的两个殿，结果全烧了。这一烧带来两个结果，第一包不住，第二影响大，谁都知道了，你捂都捂不住啊。尽管当时这个通讯手段不发达，但是开封失火了，皇宫失火了，是吧？这两个重要的大殿被烧了，那一下就传开了。所以五月的一场大火以后，太宗下令取消十一月的封禅大典。从太平兴国元年即位到封禅未遂，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宋史》宋太宗的第一部就结束了。第一部中，王立群老师主要讲述了宋太宗即位后对行政结构的调整。其实在他的内心深处有一块无法化解的心病，那就是燕云。高梁河之战后，宋太宗是想打不敢打，想打不能打，不打还想打，三种复杂的心理交织在一起，始终无法释怀。从下部开始，王立群教授将为您讲述宋太宗对燕云的作战和帝位传承，敬请关注。